能够在20岁里有过疯狂的爱情，就算是一场失败的经历，也值得。我觉得故事还没开始之前，我先介绍故事里的重要人物。这个是 Ben 颜值高，他喜欢在美艳的状况下很好练的一直跑，一直转转了又跑，跑了又转，而且还有女 fans。 可以帮我签名吗？可以啊，没问题啊。他有一个跟他很好的 brother， 就是旁边那个黑炭，他就是故事的主角加二，长得那么平凡，当然没有拍过拖啦。一本是爱，你知道了咯，人帅没有办法的嘛。可是有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像乌蝇一样，这边很吵很烦的，你知道没有？苍蝇，这你不是大便？大便。啊、不要烦我了你！哎呀，走啊！前面那个不是你的 housemate 吗？而他暗恋对象就是子欣，你们看他笑那么可爱。哇啦！看你斯斯文文这样子，没有看过美女是吗？现在整个变态这样子。哦，你喜欢他？嘘，小声点，他还在那边。哎呀，你喜欢他没有跟他讲咩？我也不懂怎样办啊！哎呀，哎，等，现在几点啊？9:30哦。9:30好像有多溜哦。和他一起的他的闺蜜林春华，子欣，听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他有多伤疤。哇，你上了哈？你跟他睡了？喂，小声点。房间呢？我也不懂啊，我就喝了一点点酒，然后第二天早上就看到他在旁边了。你以为梦游我想咩？哎呦，这样多年 brother 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发生这些状况。我觉得你厉害咯，梦游这个东西都可以拿出来讲。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早就上他了。哎呦，我也不知道我要怎样啊。这样啦，我帮你想办法啦。OK 啊，我跟你讲，女生一定是喜欢那些名牌的东西的嘛。哇啦，你以为我很有钱咩？真的是。小哥哥买花吗？你买花啦啊！女生也是很喜欢花的。一只30块，你要买哪一只？啊，我要这3只。可是你看起来比较适合这只哎，送你啊，拜拜。哇啦，我叫你买花嘞，不是买菊花嘞。嗯哦，没有人买菊花的哦。诶，助理在这边呢，偷看不对的。你知道就好了，你给我过来。这个。喂，确定我会成功击到他的吗？哎呀 ，brother， 相信我啦，那么多年朋友，我们李诺那这样帅一定可以的，保证成功。确定他会喜欢我这种 style 的吗？
Brother， 相信我啦，没有问题的这次。我上网做过 research 了，这次一定成功啊。如果失败？失败的话，我丢 ，OK？ 我丢。你讲的啊？对，我讲的。你讲的啊？信我啦，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加油。那是呀。こんにちは。すみだ。我老哎，最很认识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嘞。喂，你到底是在帮他还是在害他的哦？如果再这样下去，你要我怎样撮合他们？我们家子欣的初恋不能这样子失败嘞。哎呀，你不要弄我啦。我们家的家二也是第一次了吗？我也不想他失败的 ，OK？ 妈妈妈，每次追回来骂，讲究厉害啦，做又不见你做。我有帮忙的好不好？我跟你讲，吃了这样新开的那个鸡饭店，很好吃哦。你吃过了没有？没有吃过，你看 Facebook 还没有写面孔咩？走，我们继续去吃哦。不要我。今天不得空，去去，你去啦！哎，美女，等一下，昨天拍的什么？你要去哪里呀？我们有活动。不不不不，没有空位哦。等一下，你像我一个朋友哎。谁哦？未来的女朋友。很好笑。在等我的男朋友哎。让你久等啦。是啊，等的又不是你。明仔，欢迎出席。No money 啊 ，got money。Ah, I know. What's the problem? Girlfriend 啊 ？You love someone 啊？明仔，先啊。Last time 啊 ，I got all the money I want in my world, but no one likes me because I don't have love. You must have love.Don't have one. You don't have money, but you have love. You can get all the women in the world. Trust me. Like this. If you don't have love, you will make this delicious cake. No woman, no cry. No money, don't die. Get the woman.诶，出门江燕还在这里饿。你饿了啊？你要吃吗？要。那。我也吃嘛。还记得？还记得？哎 ，brother， 去哪里？对你这样干，不要烦我。你找女朋友是吗？要我想帮你想办法吗？什么办法？你？我老，你这样巴咧的啊？随便跌一下是吧？脚趾就断了。你这样差，以后怎样交女朋友？哎呀，我哪里懂前面有这样大个坑啊？
哎呀，不要再讲了，你快点推我啦！是吧？是吧？是吧？宝宝，什么宝宝？哦 ，baby 呀，好玩是啊。嗯。哎哎，你看那边有 UFO。喂，我要包，给我回来！我要我的包，给回我，给回我。别喂我，我要吃饱。什么？你喘什么？跑的人是我嘞，你又没有跑。OK 啦 ，brother， 我坐到这边了啦，门也在这边，那个女生也在里面啊。这些讲座就看你自己讲座好了啊，你自己行不啊？啊，拜拜，我走先啦。哎，等等等，你走之前，站起来先，站起来先，快点快，站起来快点快点快点快。啊，这个轮椅给回我。嗯，你不觉得很奇怪的吗？奇怪什么？你跟嘉二都讲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了哦。我不是讲这个啦，虽然知道你们的 bad done 了，你们早以前就认识了不是？嗯，算是啦，但是不是很熟。我看他好像很喜欢你这样哦，听说他还为了你受伤了。这个给你。哎，你可以不要再送菊花给你看看。什么呢？菊花很有意思啊。什么意思哦？拜祖先喽。什么拜祖先？你讲了一次。啊，错了错了错了。讲好了呀，再讲一次。开玩笑，开玩笑。其实我们值得疯狂的爱，至20岁的你。